Shakshouka 那个名字你听过吗？ Shakshouka 呢其实就是北非中东的一个菜，那个地方最出名是香料，所以虽然是一锅炖出来的菜，但是非常的香，所以在冬天是最好吃的。大部分的菜都需要大蒜跟洋葱，切洋葱很讨厌，所以有一天我想到一个方法，不需要哭了，把那个洋葱大蒜放进去，然后打碎，变了一个大蒜洋葱酱。来，好，加少，然后多少的油？两个 tablespoon 呢？好，是大火炒对不对？高一点呢？炒到什么时候？我比较喜欢那个金黄那个颜色，所以要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会炒到金黄色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加什么？好，第一部分是加那个茴香籽，两片香叶也放进去。如果你想嗨一点呢，那放一个辣椒。嗨一点点。对对。好，整个放还是要切开？用手呢？啊 ，OK。哇，很多辣椒籽哦。然后呢？那炒一下啊，就炒一下，三分钟。好 ，OK。好。我们可以继续加其他的香料，对吧？放番茄。哦，先放番茄。对 ，OK 对。所以，哇，这有一大堆番茄。嗯。我们呢是用新鲜的番茄哦，不要用番茄酱，很不健康哦。也不是用那个番茄罐里面的，要慢慢煮那个番茄，基本上那个水分啊，差不多没了。哦、OK， 要把它先煮软。现在我们已经炖了十分钟了。啊，还好。看，其实我们的盖子呢，你会看到没有动，为什么？嗯，因为如果有动呢，那个水分会出来。对，所以呢，如果要选炖锅的时候，一定要选一个比较好厚实的，然后那个盖子没有动的。那我们全部那个香料粉， right, 就放进去。Okay. 那个是coriander seed， 就是香菜籽。好，那这个你知道呢？这是 cumin。嗯，对。cumin 就是孜然粉。孜然粉。嗯，黑胡椒，好，那肯定要一点盐，盐去调味。那那个我切好那个红菜酱也可以放进去了啊。OK， 那其实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已经可以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最后留那个芋泥干呢？先把那个红菜椒放进去，开火，行。然后，要放那个盖子，行，再放盖子进去，再炖多久的左右啊？也是十分钟。哦 ，nice， 哦，好香哦！把羽翼甘蓝 kale 放进去了，对，也可以放菠菜一样，所以比较快熟的那个素菜，明白？对，好，好，好。那然后最后肯定，如果那个是 brunch， 一定要鸡蛋。再煮多少分钟？五分钟。哦。嗯，好香哦。可以了。哎，这个菜平常配的是面包，对不对？对，在中国肯定要配馒头。就是面包跟馒头都有一个共通点的，都是主食嘛，然后同时间就是可以沾这个汁。对，来吃。嗯，哇，溜上来那个鸡蛋很好。嗯，可以吗？嗯，来，不错，再吃。微信搜索赤椒生活，观看更多精彩视频。